你说什么、啊、上次那只鸡掉毛，这是养鸡鸭给你做饭，那只应该比很好吃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看你这是怎么了？救救我！啊！你说这鸭子老烂是不是有病？能吃吗？放心，别废话，赶紧吃吧。真好吃。怎么快过来洗澡？我不洗，每次都洗那么久。不会的，这是我们计时，就洗十分钟。你看现在5点，超过10分钟，我每分钟给你一根肉条吃，好不好？信你一回。什么破表，走这么慢。好了，在这边等我一下啊。给你扔了这破表，给你扔了这破表。妈，我去，居然还在睡觉，看我的吧。什么？你干嘛？你说今天要带我出去玩的。哪有？说话不算话，哼！你是哪个知道我的厉害？我急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先把冰蛋融化掉，再把墨水加进去，最后再倒进洗面奶里。哎呦我的妈！起床了。骗你自己说脚疼的，走路都推了打屁股。你看你现在坐没坐下？我可是问过医生了，你快3岁了，太胖，关节负担太大，再去练运动就爬不起来了。你猜对了，反正我早没事了，今天不带我出去玩，明天还有一次洗面奶。你现在都敢使唤我了？不去的话，我就告诉妈，你把钱藏在电视后面。嘘嘘嘘，那有瓶水，我去拿给你。我要喝刚买的。你下次有你好看。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不准坐电梯，走楼梯，给你3分钟。这是20层，3分钟走楼梯怎么可能？开始。你要的水，挺有速度啊！过奖过奖。不过你超了1秒钟。放心，这次放过你，这一圈是少不了的。快递是吗？你们两个，我下去一下。这盘水果沙拉不许吃，吃一块一拳，受得了你们就试试看。四毛哥，我有点忍不住了，来，要不整一点，整一点吧，我好想吃。来，一人吃2块，妈应该看不出来，你先吃吧。我也吃2块。我去，没忍住，这可咋办啊？看你毛哥的吧。黄瓜代替猕猴桃，土豆代替苹果，胡萝卜代替火龙果。
们不敢，表现不错，等下心情好的话赏你们一块。嗯，怎么味道和口感有点不一样啊？啊，这不土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胡萝卜、黄瓜。嗯，爸，你买一箱泡面干嘛？备着呗，省着经常下去买。哎，就知道看电视，我肚子有点饿，帮我煮下泡面。想吃自己煮，咋又使唤我？滚！快去！哎呦我的妈！要煮多少啊？也不是很饿，煮一半就行。啊？不饿还要吃一半？你是猪啊！搞定，爸，面煮好了。嗯？怎么这么多？你说的一半不是半箱吗？我说的是半包，这太多了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四毛，嗯，过来一下。爸，怎么了？帮我这泡面煮一下。不要加辣。有我的份吗？家里就这一桶泡面，你下次再吃吧。爸，吃泡面不加辣没有灵魂。行，那加一点吧。再给你加点蔬菜和肉，有营养。行，有想法，就按你的想法煮啊。煮好了。嗯，四毛干得不错。啊 ？What？ 怎么会有狗粮？你不是说按我的想法煮吗？我就加了我最喜欢吃的狗粮。不吃了。你在湖中生有暗度陈仓，凭你想象。哎呦我的妈！四毛四毛，我们洗澡了。要变好看，要变好看，换成魔力少女为我点个赞，我要变好看。倒放四毛。嗯，四毛，我下去拿快递，我的薯片不许偷吃。好的。四毛，没偷吃我薯片吧？没的，怎么可能？喂
二十一、二十二，多了一点。过去，找你。想绊倒我，是不是段子看多了？爸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没来呢。爸，今天放假了，我要出去玩。玩什么呀？出去打篮球。行吧，健康最重要，去吧。好嘞。四毛怎么这么久还没出去打球？哎呦我的妈！四毛，你说的打篮球是打游戏的篮球啊？打我就玩一会儿。想玩游戏也行，你要是能在一小时之内做一件让我开心的事，我就让你玩一天。说话还要算话？我会实时观察你，别搞什么花样。计时开始。要是做的事不能让我满意，你就完蛋了。捡瓶子，哼，老套路，我根本看不上。居然捡瓶子去超市买零食。四毛，我来看一下你最近学了些啥。哎呀妈呀，脑瓜疼，脑瓜疼，看到爸爸就脑瓜疼。第一题，泰山坐落于哪个省？泰山是隔壁的。啊？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第二题，请用一起造个句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。最后一题算数题，爸爸给了你100块，你花了30块，剩下的呢？买了花了。我回来啦。哇塞，酸奶，正好肚子饿了。哇，四毛，别喝了。这是我给冰棍留的，谁让你喝的？可是我饿了呀。那也不行，让给冰棍吃。爸，你现在越来越偏虚了。你外地一直以来都是我在照顾你，陪伴你嘛。四毛，我肚子好痛啊。爸，你等会儿，我这就去给你拿药。爸，快吃吧，吃了就不会那么痛了。四毛，谢谢你照顾我，有你真好。哎，又饿又累。爸，你先拿我最喜欢吃的苹果填肚子吧。四毛，谢谢你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是我在照顾你，但自从冰棍来了之后你就偏心了，那我走就是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哎，四毛，四毛。对不起，是我偏心了，这个酸奶补偿给你，爸确实忽略了你，相信我，爸以后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。我们先回家吧。爸，其实你还是挺好的。跑了2个月，应该瘦了不少。怎么没减下去？没压住就不错了，还想减？四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还用说吗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吃零食，难得跑一次步，还带个鸡腿吃，你活该！这次我要坚持。四毛，你爸减不下去就不要用跑步机，浪费电，我给你想个招吧，等着。
宾馆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它是巧克力豆？啊，四毛，这五块钱给你，去帮我买三个苹果。三个苹果就给五块钱，哪里够啊？谁说不够？这肯定不够啊，你至少得再给五块钱。事真多，等着。啊，再给你五块钱，现在十块钱够买三个了吧？嗯，你骗小孩呢，这张五块钱能用吗？怎么会不能用？刚才那张小的是新版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你拿去用了就知道了，快去啊！爸，苹果买回来了。嗯？怎么才两个苹果？第三个苹果在这儿呢。这什么苹果啊，这么小还没皮。爸，你别激动，这个苹果也是今年刚出的，最适合给你这种抠搜又没脸皮的人吃。四毛，别看了，去买瓶饮料去。又让我买东西，看我怎么整你。去。我先把买来的可乐倒出来，再把酱油倒进空的可乐瓶里，还得准备一杯很咸的水。给你几勺盐。饮料来了。嗯，司马买回来了，谢谢啊。怎么这么爽？给你水。什么女？还是小时候好。四毛过来，真乖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等一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儿童节礼物，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了，有没有熟悉的味道？嗯，谢谢吧。今天带你去以前玩的地方，回忆回忆童年。走，四毛，快点，我来了。啊，你这个新来的吃我果粮干什么？那也不行，真是看见你就烦。四毛，冰棍刚来我们家没多久，还不适应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新来的胆子还这么大，敢吃我的狗粮，我就是讨厌他。哼，我让你吃，我就是扔了也不给你吃。四毛，我回来啦。你干嘛把狗粮扔垃圾桶里？那不是我扔的。我知道你不想让冰棍分享你的狗粮，我现在给冰棍也买了狗粮，这样以后他就不会再吃你的狗粮了。那我也讨厌他。是吗？嗯，帮我把厨房泡好的泡面拿过来，去。又是换我。爸，泡面来了。你能不能讲究点卫生？刚才把手都伸进去了。没事，我不烫。我不吃了，帮我凉水倒一杯过来。嗯，就你事多。我加点洗洁精，让你使唤我。我挤。
谁到来啦？这水不错，好像还是柠檬水，酸中还带点苦涩。四毛，你加了什么？洗洁精啊！我回来啦！爸，这小家伙是谁呀、啊？他叫冰棍儿，以后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了，你们要好好相处。狗如其名，咱们就是个冰棍儿。你说什么？没的，我说咱们跟我相处。我出去给他买点吃的，那边的饮料你不许喝。你小子居然敢跟我争宠，哼！我先给饮料拍张照，再把照片打印出来，最后把照片贴上去。偷喝我饮料吧？当然没有，我一直在睡觉呢。亮你也不敢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是一张图片？完犊子了！冰棍你，不对，冰棍怎么可能出得来？就算出得来，也不可能喝完这么大一杯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爸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误会我了？可能个鬼！爸，你听我狡辩。就知道看电视，饭也不吃，就吃零食。你看地上都是你吃的零食袋子。我就偶尔吃一次。你现在肠胃都不好了，偶尔吃能有这些毛病吗？懒得跟你说。还跟我顶嘴。爸刚才那么生气，现在又在果篮里夹东西坑我。不行，我得反击一下。你说什么？你动手打了我，刚才又看到你在狗粮里下了毒，肯定是不要吃。你放假在家乱吃东西，肠胃肯定不好，那是我给你加的益生菌，防止你拉肚子，放心吃吧，都是为你着想，你少傻。爸，我错怪你了，我刚才做了鱼汤，你快尝尝吧。还真不错，酸酸甜甜的。多吃点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！你死吧，我揍你！说要去哪？今天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？什么日子啊？算了，反正也不跟你们过。走了，行动。生日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还以为你们真的不知道今天我两岁了。不会忘记的。对呀、啊、赶紧许个愿吧。我爱你们，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爱我，还希望爸多注意身体，这样我就能多整你几次。司马我躺一会儿。等下想吃什么自己煮。好吧，睡醒，我肚子有点饿了，去煮个水饺吃，包几个狗粮馅的饺子。OK， 准备下锅，差不多了，准备开吃了。哎，四毛，你煮饺子吃啊？来，我来吃一个。四毛，饺子做的真好吃，又香又脆。当然了，狗粮馅的饺子。哎呦我的妈！
吗？怎么又考了零分？我今天非得好好的夸夸你。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下次再敢考不好，我就好好的奖励你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想说的是考不好就揍他的呀。嘿嘿，碰上这个反话喷雾爸，今天一天都得说反话，待会老师打电话告状，肯定会被爸气死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你赶紧给我回屋打游戏。哎，不对呀。爸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打游戏的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喂，陈老师啊。老板你好。老师你好，今天打电话是吃饱了撑的吗？不是不是，老师你说。我打电话是想说，思茅这次考试成绩差就算了，还作弊。什么？这个好孩子是要高兴死我啊！思老板，思茅作弊，您不能这个态度啊！不不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定好好表扬他。老师啊，你快气死吧！思老板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不是的，老师。你下午来学校一趟。好好好，老师，我下午一定去学校当面气死你。快滚吧，下次别打电话来了。哎呦我去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完了，好像完大了。果然是你。爸爸爸，你听我说。你小子对爸是真孝顺。爸对你孝顺是应该的呀。那我今天就好好爱你。